哎妈，你怎么把早餐放里面啦？哎，对了，我今天早上工作的时候啊，有看到那个吴阿姨跟陈阿姨啊，她说你已经好久没有跟他们一起去跳舞嘞。啊，你之前不是每天都会跟他们一起去跳舞吗？怎么最近都没去了？啊，你干嘛在家里补妆？我要去公司上班呢。你都已经退休多少年了？我要去煮饭给你爸吃。我们不是才刚吃完饭回来吗？而且爸都已经过世多久了？是警察局吗？好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妈，小姐，你为什么哭？我要去给我老公送便当啊！啊啊啊！你妈妈在路上到处走，问她要去哪里，也说不出个地点，一直说要去找她的先生，所以就被送来我们派出所了。刚来的时候裤子全部都尿湿了，我们已经请女警帮她换好裤子了。也还好，你有帮他戴那个识别证的手圈，我们才有办法联络得到你。妈，小姐，我要找我女儿，我要给她做饭，她肚子饿了，我要给她做饭。妈，我，你女儿，我们回家吃饭吧。回家吃饭。嗯。好，回家吃饭，回家吃饭。福大护理系